杀杀呢班清狗！我大清十一辈立民图，不灭海盗，誓不亡。当时父亲杨透国被一个叫做 Bowie 的贼王绑架，我在捉他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海面出现了水龙卷，穿越时空回到这里。我知道你有权无权打死白头，见树是剑，见清兵人打。王仁伟，做我张宝仔的女人，现在张宝仔为祸追杀，下一个要剿灭的目标是张宝仔。整装待发，一听到我命令，准备开船。不可有中啊！张宝仔呢班海盗，今晚一定插翼难飞。放炮！不会。冇人出世系想做海盗，全部都系因为你班水仙逼嘅。兵就系兵，贼就系贼。在下十一辈立幕僚黄日轩，名咁熟嘅，原来黄日轩系我太爷。我想你大红花轿接我入门。我点可以娶一个清流女子做夫人啊？如果佢哋拉唔埋天窗，仲边会有我皇太妹啊？你系第一个令我心动嘅女人，亦都系第一个令我改变嘅女人。呢两段感情永远是一个美好的追忆。首先要打赢我，你才有资格闯关招行。呢度就是张宝仔的葬身之地。中环七海，穿越时空的爱恨交缠，烙印一生传奇。张宝仔星期一至日在黄金剧场时段播出。